何事？方才我在长渊殿观星，突然想起主神还欠我一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等我炼化主神令羽之后再说。主神不记得当日对我许下的桃渊林之约吗？但你接掌了主神令羽，可否与我去桃渊林一聚？我有一桩心事藏在心里很久很久了，我想在那告诉你。主神不记得了。和你的约定我从没忘记过。可这约定早就过了，白雀今日来朝圣殿是想要主神赴当日之约。不行，明日我定要成为混沌主神，给众神一个交代。就因为你明日要成为神界之主，今日我才回来。我这一生从未有所求，唯有一愿，便是要求今日陪我赴约的是当年在我长渊殿中修行的上古，而不是明日的混沌主神，好吗？不好，不好！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今日炼化之事，诸神已蒙感召，是我戛然而止，未免太过不妥，待我了却此事。待我了却此事。